是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，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。孔子说过，过罪于天，无所早也。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，又违天理，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于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？为天为大，伟大啊，只有天最高大。天，孔子、孟子思想中，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。孟子也说过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情浮乱其所为。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道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形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，无不知其名，享名曰道。心静经有一位真神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自己是眼不能见，但借者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第一章第20节，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？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。在我们生活经验中，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，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当事情不太顺利时，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若事情已经绝望了，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，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，我们会高兴地说，天理昭昭，老天有眼，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，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，虽然看不见。